月华妻子有动作，开始录制新专辑。 Justin 晒李全哲录音照。在偶像练习生中拥有超人气的月华妻子要出专辑了，身为月华娱乐的 Justin 黄明昊就晒出了成员李全哲的录音视频，并公开表示在录制月华妻子的第一张专辑。这个消息传出来，粉丝们大呼开心。偶像练习生的播出真的是给娱乐圈输出了一大波小鲜肉。在偶像练习生结束之后，很多没有顺利出道的选手们也在自己的公司出道了，就比如昆音四子、觉醒东方等等。然而偶像练习生出道的九位小哥哥出道之旅也并不是很顺利，刚刚出道就被送去美国学习，然后就是连续的演唱会，说好的团综也没有播出，也没有出新曲，弄得粉丝们是非常着急的。在偶像练习生中拥有超人气的月华妻子有三个人在偶像练习生中出道了，但是月华妻子的呼声还是很高的，在节目之后几个人还经常合体代言了很多的东西。没想到 9% 的单曲还没有推出，月华妻子就已经有所行动了，相信这个好消息会让粉丝们非常的开心，而且也让大家看到了月华的团魂。月华妻子应该是偶像练习生中公司最大、资源最好的公司了，而且几个人都非常的有才华、有实力，相信只要公司宣传到位，几个小哥哥的未来是无可限量了。